嗨，我是橘子。附近商场的纸包鱼吃一顿怎么着也得百来块，在家自己做成本只要30块，吃完还可以煮些小菜，简直吃到扶墙走。这些酱汁的材料虽然多了些，但是相信我，它们都是值得的。烘焙纸像这样卷卷卷，中小火煮个20分钟，咕噜咕噜的香味就已经蔓延开来了，肉质鲜嫩，香辣入味，快和爱的人一起分享吧。